我一不小心穿越，哎，你猜怎么着？我变成高中生就算了，还他妈遇到了同为高中生的我爸我妈。主要让我懵的是什么？从小到大听着他俩的绝美爱情故事，我妈远近闻名、温柔贤淑的大美人，我妹超有名的万人国民大明星，我爸品学兼优、彬彬有礼的学霸天才加工子二，高富帅大嘴巴。据说他俩读高中的时候一见钟情，琴瑟和鸣，从没有放松过半次心神，可给我羡慕。但是穿越过来咋有点不对劲呢？变成了被欺凌的懦弱小草包就算了，这个掐着我脖子把我往地上按，考九门功课加起来100分都不到的超级大混账校霸，竟然是我爸。那个冷酷的毫无人情味，方圆500里不敢站的高岭之花冰山酷哥，全校最 A 的阿尔法是我吗？